立法院二十开议，但是因为台糖肉品技术验出三肉种的事件，国民党团是希望17就先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做食品安全的专案报告，而且要求16会做来做调查协商。不过民进党团的方面是并无同意，即阵协商可能会讲袂成，恐惊影响陈建仁进行施政报告。台糖毒霸伫旧历过年进行验出三肉种的风波，立法院20开议，国民党团提出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17先来立法院做实案的专案报告，并且发文要求16做调查协商。不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讲，国民党团毋捌定输，协商可能会破局。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无可厚非，而且呢，这个时间本来就已经是年假，已经开工了。那请问一下，民进党在反对什么？难道他们觉得他们还应该再继续休假吗？重点不是院长来报告，不，院长不来报告，包括地方政府在食安的团员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应该一并来说明。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淑英表示讲，行政院长陈建仁敢会当上台做施政报告？爱看协商结论，恐惊是立法院新会期的头一战。另外，开议了的头一个人事案是 NCC 委员的人事同意案。根据了解，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和总统蔡英文会伫过年了后展开沟通，希望新人选会当让朝野对立的气氛较袂遐紧张。让清德会当投票当选第十二届的总统，让张嘉滨支付会会当进入立法院，继续为台湾为民党来打拼。赖清德找我来屏东参乡，分福地，伊讲未来会和地方的县市首长、立委者、右派、无分党派共同推动各项建设。赖清德上任了，行政院长的人选受到各界的关心。另外，立委表示讲，要有沟通能力，是不是民进党籍并无重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